彭于晏和余文乐主演的新片《悟空传》在北京举行首映发布会，不止几位主演出席站台，两大男神也同框亮相。彭于晏的惊人的人气和成绩，就像我的人生样板。你觉得你比彭于晏火？你有没有问过我？主办方请来大陆的嘻哈团体红花会，炒热气氛，饶舌内容句句扣着彭于晏打转，最后还点名彭于晏现场秀一段正夯的 freestyle 饶舌。1, 2, 3, 4, check in, check out。不仅念得很慢，拍子也没有对上，让彭于晏也好尴尬，直呼自己不会 freestyle。 猴子曾经听过一个传说，在天庭深处，天机已掌控着万物命运，就算再花3000年3万年，我也不会认输了。新片《悟空传》即将上映，但近日却有港媒指出，在微博上有不少网友疯传该片的盗版影片，疑似是电影特效公司外泄所致。目前片商正积极追查，试图将伤害降至最低。记者综合报道。